收到白色的玫瑰，颜色看上去憔悴，连拥抱的体会都觉得有点累，只好自我安慰，我学不会，连等待的约会都觉得狼狈，如此浪费。如果遇到了爱，该多可悲。怎么我什么都不会？怎么我什么都不配？怎么你依然还在我身边？找回家的滋味。